lot of my girls out there. They got you. Venus. H-E-L-L-O. Venus. H-E-L-L-O. Venus. H-E-L-L-O. Venus. 好了，我们来打一个小小的广告，看舞蹈在993，创造起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左上方有一个5星5星嗨翻天的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点。这个也1.88米，老子1.68米。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，这个白框帮我勾一下，这个位置真爱臀帮我看一下，头顶这颗黄色的心帮我点一点，谢谢爱爱哥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点一点麦序1号麦和2号麦的关注。行，那好吧，就到这儿。那我们来跳个舞蹈，穿裙子。不能穿裙子呀。你1.688米，我1.68.5米，比你高一点。长这么大的胸啊，讨厌。大家点点麦序1号麦和2号麦的关注啊。哎，我含胸是去哪儿了？含胸含胸丢了嘞。好吧，这么小不小了，挺大了，买衣服都不好买了，装不下去了都。你是 A 加加吧？我还是 A 加
A B C D E F G G G。先放什么歌 ？Excuse me 嗯，我要在官方文案卖之后才可以。然后呢，下一个舞蹈咱们跳一个什么类型的呢？谢谢，不用客气。帮我把右下角这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勾一下，手机用户点击一下头顶那颗黄色的心，再把黄色的心点一点。嗯，你没有眉毛，我有啊，就是眉毛淡了一点，眉毛淡了一点而已。你的手机分辨率不好，你仔细看看还是可以看得到的，好吧，来这个。Hello Venus, Hello Venus, Hello Venus.Brave a sound, drop that shadow
热啊，是因为刚刚跳舞了，所以很热啊。丁贵儿齐贴，好吧，随便你怎么说，你这个讨厌鬼。右下角的直播时通知我，帮我勾一下。首先我点击头顶那颗黄色心，点点麦序一号麦和二号麦的关注。没有鞋子穿，我不能穿鞋子，我没有鞋子穿，不是因为我买不到鞋子，而是因为我不想穿，谢谢。好吧，叫大脚很不礼貌，下次可以喊大胸。我们来找下一个音乐，哎，我们来跳个一分一秒吧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跳过一分一秒了。嗯，跳一个好不好？大胸就没礼貌了，大胸还好。怎么样，要不然咱们再休息20秒吧，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哦。嗯，加特林不可以跳加特林，叫大定行吗？不行。好，那我们来跳这个吧，跳一分一秒吧。